今天没事的，我只有老舅子老家来耍，我都还是多久没来了，上回好像还是来玩男主持人、现在没得男主持人话呢，但是我看到那塘子头头人家丢进去的鱼别得长大没有，我今天主要是来看那鱼的。你看这个有个停车的把门好漂亮啊，我看到就眼睛疼，我们那个就缺过这种地方。老舅，老舅，哎，老天你来了，来喽。哎呀，今天还太阳大得很呢。老舅，你在屋头忙啥子？没整啥子，我是把你锯的干了拦住。开心开心。我还在磨刀儿啊。哎，老三，没事，你来这个事情，大包小包的。咱二哥二嫂呢，给俺带点儿。啊，你个想得太到了。在那边后边有那种跑香的卖碗柜菜锅灶的。哎呦，现在的路通了，硬是。但经常有人车子拉卖水果的都有拉在那些地方嘞，还有收羊毛啊，烂破铜烂铁的，硬是还闹热得很了现在。哎，那就我感觉他这种串香这个生意还干得的。串香的生意啊，我觉得哎，那是也老。我没办法想嘛，现在我们那套房子，那会儿我们那房子摆四不愁，现在都是经常的话，就是我们给它分为酒酿酒水，还有现在我们这边嘛，就是我们没好人来屋里，就是常接在屋头哈，我都看了，前段时间他就算是他那些拉进来卖点菜，那种季节菜哈，你不敢买多了都不放假，有时候我那边更安逸，有些时候。我哥哥出去干活那个，就是我嫂嫂过来吃的，都赚了好多年就。就是他串香，他先赚钱，赚钱后边去闹。我不买，我也不可以看。那就你这塘子头喂的这个高山凉水鱼，长起好大个家喽。我呢，我是正月间喂的呢，而且我喂那个时候就是八斤两、上斤两个时候。也是吃的了噻。吃的了。哦，就是，你要来体验嘛？我鱼竿都有的。真的啊！我这个现在还是啥子器械？虽然说是塘子的小事，晓得着嘛？要么我还是准备干啥事儿？来嘛，我们今天给钓会儿鱼是嘛？是嘛？给钓会儿嘛？那就你这边有好多鱼哦。我喂了这儿还是六七十条鱼。你这个甩杆杆都甩不起，你看嘛。你要喂到个店都可以整噻，就是上次我们啊，你在腾腾才块钱，我喂有点道理。哎，嘿，你来钓会儿不？我不，我喂蚊子来了。好耍呀！蚊子都不敢到，害怕鱼跑了。哎，看着我钓一条，你看。我先等着你钓，我看。嘿，来喽，来喽！哇塞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！哎，你看嘛，我说钓一条，你看你钓一条，你看。也不相信，第一颗了。你看嘛的，喂，彤彤老舅嘞，老舅。哎呀，这是贪吃的下场啊！这有点小吧，俺丢上去。哎，老王你来了。来了，哎呀，开张了。哎呀，你走。来倒点水都比较好呢。哎呀，先磕头。这儿多钓点，这种小的就不一样。你这种秋水钓，那用啥钓了？倒钩。现在是越钓越起劲，是吧？一咬钩了就来劲了，继续。哎呀，刚才鱼嘴巴咋就弄到我这个围巾给跑了？嘿，我去，又钓到了。哎，咋了？这条有点大。哎呦！也是刚刚剩的七不？我弄他条。老九，又整到喽！哎呀！我真是无语了，别人硬是这个声音喊一哈，是那边划成人字骨头了。哎，没得抄网的。你那个钩钩咬断了。坏透喽。哎呀，可惜了，你真的是。三哥，整到没有？你来了。嘿，嘿，嘿，来喽，来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哎，慢点，快点！快！哎，我操！好大条啊！哎呦，你这下不要弄脱喽！喂，刚才我那条划脱了，快点，你接喽！哎呀！
这一直你跑得通。再跑到旁边了，妈。但是呢，跑得通马路沟。哎呀，快点头。有。哎，你这个是有几条路了嘛？我看三十条应该够了，那个。哎，够了，热得很。走走走，提起走了。杨丁，你听嘛，我收东西。要是你钓久了，好把人家钓完了。哎，你没那么凶。哎呀，几条鱼整个干了，还跑脱一条。哎呀，今天还有的吃的还是好。那么，那大人姐个啊，你整少了，该一个条噻。这个不好钓的，要点时间，关键是自己不是的专业的。他们还要是一个。哎呀，老三，你总拽哟！拿把刀嘞！哎，你让我整的太凶了，你要时间。老三，我同志有鱼的嘛，你是舍不得钓。今天中午讲究了，没那个技术的。都吃了，多了。我来摘成坨坨得的行，干什么？少了点儿，不得够吃够吃，你还屋里边还办的那么多菜，啊就是那个样子，那就开始熊去了，开始煮鱼了，哥。三姐，我这种菜就会吃。好的。泡椒泡一椒酸菜一起。加点水。倒红油。来嘞。鱼头先下锅。火微点了好了噻。哎呀，这点儿也巴适，就是少了点儿，够了，就要吃点新鲜些的才巴适，真的啊。当我去了，啊，当我去，当什么？整的太往事了，那就。哎，你这家开啥？哎，老三，嗯，漂亮啊，漂亮。哎，你看嘛，整些鸭子，那个鱼，你还搞好嘛？鱼巴适。哦，里头。我就觉得你们下手不够狠，你给我整一下，我就免得宰了，我麻烦噻。那是条条鱼是去煮才要的，我感觉。要放干个。嗯，那虽然放了，看你舍得不？那儿做多了你就吃不到。巴适，我鱼多嫩的。没你就喝点汤喝嘛，要点菜菜不？那就喜欢吃南瓜汤。南瓜是甜的，噶。嗯。我喜欢呢，这冰箱都冻冷了，喝着更舒服。来，你就还好吃。嗯。别聊聊，你有啥子？要得要得。别抢。没些啥吃的得吗？做南瓜汤当然巴适。嗯。整笼大鱼煮。南瓜又满足你，晓不可能。我下锅里丢丢点了。有。